ever need a level head to help you think, or maybe just to let you be all pieces for you. Like, see little pieces of my cell phone in the dark. Should I listen to? 不，我一般会迟到一点点的。刚睡醒，还有我花总。OK OK。刚刚好像，你准备干嘛？一会儿跟七哥连呢、啊？没有啊，没有准备干嘛呀？我还没想好跟他玩啥呢。不好意思，我已经被你圈走了。好的，视频是吗？视频啊，我都不想看了。晚上是不是不怎么严？晚上的斗鱼才是真正的斗鱼。晚上的斗鱼才是真正的斗鱼。嗯哼哼哼哼哼哼，哒哒哒哒。没吃什么呀，我吃了猪软骨。你知道我在边边上准备了什么？我在边边上准备了营养快线，改过倍率了好像。嗯，现在好难出，因为往往你要抓住斗鱼，就是不过你也还好啦，你之前不是抽的时候斗鱼夜生活，对对对，总是先给个甜头，他总是刚按刚出的时候也比看哪个，你们想看哪个？现在小飞碟也很坑，对，对对对。接受衬衫这个吧。软骨就是它比耳朵，猪耳朵还要难咬一些。蓝色善意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骨哎，反正我就叫它猪软骨。那个是紫色的吧？不是蓝色的吧？那个是紫色的吧？猪鼻子里有软骨，你爱吃？嗯，就咬起来脆脆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骨。为什么他一直在？反正就是脆骨，脆骨，嗯。光吃猪蹄。蓝色的抹胸。哦，那个哨子舞吗？这个吗？感谢南风哥哥送的飞机。感谢南风哥哥的飞机。七哥，晚一点，等我一下。你们喜欢捆绑吗？我知道了。一会儿跟七哥玩。假想一下，你拉着这条绳子，你会怎么样？
感谢南风哥哥的飞机。如果拉着这条绳子的人是你。半夜突然 S， 哪有啊？被绑的算吗？对，我又回来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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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叫我姐说，你馋自己吗？抖得好，抖抖抖，抖抖抖抖抖，哦！小冷哥，你别配音啊！你别配音。羡慕哨子能够进我的嘴巴是吗？羡慕嫂子，今天没怎么看这个。谁来邀请我了？哦，七哥来了，七哥来了。如此猥琐的角色，欢迎帅帅。咦？不会出错了吧？最近斗鱼怎么这样，老是出不来人。这个等不及了，怎么出不来人？谢谢荧光棒，活好不粘人。哇，我都已经 N 多天没穿过这件衣服啦。我刚才你不跟我说话，说你在说别的，不是你干啥？嗯，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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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还说今天有什么想玩的吗？今天的。今天想玩的，过程我没想到。嗯，你想到惩罚是什么呢？惩罚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用丝袜把手绑起来，然后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就是用丝袜把这手绑起来。欢迎小李。我不用，我还有袋子，还行 ，OK， 行 ，OK。嗯。那个，我们中间过程的话，要不然我们就，我感谢乐山乐水的。我不玩什么，那个中间你来想，中间你来想，一人想一个。中间的话，那就一起磨豆浆，我一直都记着。欢迎南下。哎，都玩啥？那个，我们中间要不然，谢谢男朋友送的甜品卡丁车。那不然我们就，我觉得昨天的还是挺好，昨天的还是很好玩的。哪个？就是啊，可以这样子。你不是有想昨天想了喷泉吗？对不对？我想到的是一起。泡温泉呀。可以，那要配合什么动作？那肯定要扭腰手吧，就是扭腰手吧。扭腰，好，扭腰。大明送的办卡，谢谢。好，可以。我今天洗头了，我今天洗头了。嗯。强调一下洗头了。你有听到洗头？嗯，我来放音乐啊。点南风。这边叫那个男朋友。男朋友，等一下，我把麦调大一点。是不是应该去叫奶公子啊？等一下又错过了，他说。男朋友。男朋友啊。嗯。男朋友，一起泡温泉呀。男朋友，一起泡温泉呀！
谁好了？啊，温度好合适啊！温度太合适了。欢迎霍霍。三金哥来了，我们小心。泡温泉了，水温真合适。感谢大姐，感谢三金哥哥的两个飞机。我不捣乱，哟，乖啦。妈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超晚辛苦了，超晚辛苦了，超晚，对不起。对不起，就感觉回啊什么？下次再配个词，因为今天超我又想有什么好点的词，就是比如说记住这个惩罚。我又想有什么好点，我又想有什么好，有什么好点的，有什么好点的词，我在想。感谢欢毅，我是。这个是一哥，这个是一哥，这个是一哥，这个就是那个一哥，他妈就是一哥。谢谢你的办卡，谢谢你的办卡。我想，那好，让我回去，让我今晚上慢慢想，慢慢想，慢慢想。你那个蹲下来，那个 M 蹲，然后旋转的那个也可以，那个啊，好刺激哦！那我们回去慢慢想。泡温泉了，我靠！可以，今天先这样了哟。拜拜，七哥，太搞笑了，笑死我了！我要注意我的形象，还在传群里哟。哦，原来这样，你把刚才的传群里了呀？哦，好的。奥利给给，这个屁股谁受得了呀？这个屁股，这也太舒适了。巴士，这太巴士了。哦，你还没啊？可以啊，可以放啊，可以放啊，可以放啊。我觉得如果刚刚那个姿势，然后在夹子喊饿的话，就有感觉了。美女就在眼前，我却说不出骚话。左上，你们不要动那条裙子的斗鱼第一嫂，我没有。什么叫斗鱼第一嫂吗？来了啊，来了啊，我的妈呀 ，Oh my god， 好猥琐，看得出，好猥琐，好喜欢，好猥琐，好喜欢，还看得住啊？还看得住啊，猥琐条，还带自己解释。买过吗？影视屏你买过吗？哦，来了，这一段我一直没给你们看，这一段是我一般粉丝群我就放到这一段吧，粉丝群，然后后面那一段到反管圈去。说实话，主播好好看，谢谢夸奖。噔噔噔噔噔，哎，谁来找我？撒娇找我了？来报仇啦！纹身啦！我等了你好久，然后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我还以为你没看着我。哦，我刚看到，新游戏来了，都好，行，什么新游戏？你家有牛奶？有，
我们谁输了喊牛奶唱歌，唱那个随便，你会什么歌？你先给我说一下。对。我会什么歌？哇，这对，个含牛奶唱歌好难呀，这个。你会什么歌啊？喵你姐，唱什么？这会哦，他，你闻那个啥呀？我没看见，不痛吗？我都觉得浑身好痛哦。你唱一个《爱的供养》吧。好，爱的供养。我们中间谁的血条低？谁跳广播体操？但是你要听，根据把它改成舞蹈的那种时代在召唤，这个好吧。像是吧。第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但操，是出能不能生今天的太阳。出生的太阳，它在我的手臂上，好，我你可不以会发的，在群里看。我要去了吗？我先我先看看我先看看儿童车是怎么做发落地窗的。哎，这个没有那就是个这个，啥就是这个。了，这个里面没有那个提示，你知道吧？要有提示的那种，我看一下，要就等一是下，摸第小几七，节第几节欢是迎什没有么故那种，事，欢知迎道吧？看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我已经体开始操了啊！七彩阳光七现彩阳在开始。光，救命啊！我们怎么没有人管了？又开始换节预备节，舞动青春，雏鹰起飞，没有雏鹰起飞吗？叶喵喵。我觉得你还是听我的提示吧，要不然你知道故事吗？你觉得呢？可以啊。好，我这个太蠢了。全国中学生太广蠢播了，体操，来，时我来代教你在啊。召唤。第一个是伸展运动，猫伸展啊，第一个。预备，一、先伸展着啊，先伸展着。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伸展运动，一、二、啊，三、伸展四、着。五、六、七、八、哎呦，伸二、展运动也太难了四、吧！五、六、伸七、展就猫伸展吧，二、四三、肢，四、下一个是。六、七、八、四、二、四肢三、运动，四、下一个是五、啊，六、有四、那味儿的。一、啊，二、三、什么运动？五、四肢。二、四肢二、三、啊，你四、想一想怎么？六、哎呀，到我了。等一下，我点歌。伸展运动，完了。下一个没有四、太二、好的，三、四、肩五、部运六、动。肩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好七、难呀！八、三、二、三、四、继续肩六、部运动。七、八、四、啊，二、你没有三、提示的，五、还有提示的。六、手心运动。一、不二、许说运动三、啊！四、五、六、七、八、你欧二、巴二、三、四、五、六、救七、命八、啊！我家人二、三、四、谢谢五、单纯六、哥七、哥的八、飞机，四、谢谢二、单纯三、哥哥。四、五、六、跟七、这八、样多久五、二、三、四、五、六、好久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鸡腿运动二、三、四、五、六、七的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啊，好热！四、五、六、我感觉我要七、八、单三、纯，二、我是单三、纯的四、飞机。五、六、七、欢八、迎四、这主播组二、的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救八、命啊！有没有二、人帮我三、叫一四、下？快六、快六、七、我怕他七、拉着拉二、着，三、四、又有屁五、了。六、七。二三四五我要六，被打基本运动，一二三这四是什么五运动？六七体八短，二我再想想，我研究一下体短怎么短啊？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体短，二体
管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六七八五二，轮到下一个了。六七八，好快，跟不上这个节奏。全身运动，全身运动，全身运动。比较好 DJ 版今天版互相指挥的比较好吧，对，欢迎思想，他自己盯着他自己的给乐死了，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一套把自己乐死了，这个天气还不敢开那个冷风的空调，把自己吹头疼，您可以自己试试，我觉得还是你做的比较好看，甜甜你可以不要回答辣眼睛我有点怕，我好怕接下来报警了。我们惩罚了，能救救我吗？含牛奶唱歌，欢迎绝版。含牛奶说你得故事，怎么说你得故事？我有点紧张，我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我好紧张。欢迎靠谱的剧情，还是屁股好看。不是，还是你好看，没办法呀，我家人跑了，不信就看这，不信最后你们家肯定最后又要偷，欢迎伸手挽明月，所以就只能看最后能不能赢你了。本来这个广播体操是我专门为你们舞蹈区的小姐姐设计的，最后自己做完了，真的，最后一分钟了啊，最后一分钟了啊。最后一分钟了，欢迎陈卓。这个广播体操肯定累得很呛，而且又节奏很快。感谢灵魂，比啥大响啊！欢迎我接口，冲呀！杀人吗？杀人、啊！感谢灵魂，救命啊！你别给我送荧光棒了，宝贝。我们是灵魂哥哥的飞机。我不想要两百个福袋，我不想要，不想听什么主动奖，我拿两个超大玩笑，感谢灵魂，不要啥也不是，欢迎白嫖哥，你明天不要给小姐姐送那么多，你就有了、我感觉我要做惩罚了。哦，现在送吧，感谢灵魂。明天带猫去节育吗？八成哥哥。还有完了完了，完了，我感觉我要去世了，我好怕、他们家老让我一秒去世。我们家人呢？我要杀人了！我真的赢得很侥幸、你知道吗？赢得很侥幸。今天这一局不算，我先做惩罚，你等我一会儿再来。
一会儿一会儿人来了再找我一次，再找我一次，是不是？我去呢，去，我喝咖啡行不？如果要牛奶，我还得去吧。可以啊，咖啡也行啊，咖啡也行。喝咖啡，我天哪，会不会中毒啊？就可能哦，可能。那算了，我还是拿牛奶吧。你等我一秒钟。好好好好。没有营养快餐。七哥刚刚做那个惩罚了吗？就是我教他的那个惩罚吗？我教他的那个惩罚吗？我靠，你要365天都跟七哥玩不一样的惩罚是很难的，知道吗？而且有些惩罚不能玩。我把自己坑了，真的。谁知道某个人找我一声嘛，真的是，哎，自己把自己坑了，真的。来了来了，唱爱的供养啊，爱的供养。我一会儿疯了，你们要原谅我。欢迎海带，飞机或者火箭都可以进群。欢迎清晨。我看来了。我感觉更难吃。他竟然唱着唱着，哎呀，太危险了！牛逼！欢迎新水友，赶紧溜，赶紧溜，极其危险！不要连带着我，不要连带着我啊！这惩罚他想出来了。欢迎王内水，感谢陈哥的飞机，可能晚一点他还来找我。他吐牙膏啊，牙膏，求生欲极强。对对对对，哎呀，我是惯犯了，我是惯犯了。求生欲能不强吗？已经跟七哥连过了。今天噔噔噔噔，爱玩挑战666，不知道这去哪里玩的呀？这是去哪里玩的呀？爱玩挑战666是去哪里玩的？噔噔噔噔噔，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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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505，找何琳玩吧。互动里面，啊。嘟嘟嘟嘟嘟，继续翻视频也可以。这么多人想看视频吗？这么多人想看视频吗？现在给你们，现在给你们扭一扭吧，好不好？扭一扭。
滴滴滴滴。我发现我现在站起来跳舞好慌，慌的一批。好慌，如果说录视频跳的话我就不怕。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什么技术啊？欢迎大家。对啊，好慌，我自己放视频就是老担心着。是吗？哦，我刚刚找你耶，你没接。Hello， 哎，今天是不揍我不行吗？啊，没条件啊？没有，拉条件。什么揍你？就是找你玩，我们家也没条件。我信你个鬼！就是找你玩，来吧，哎呀，真是的。我们没条件。你说吧。你说，有药来吧，有药，终极惩罚，你说。终极，我今天都一直没有 PK， 都很少出去 PK， 就 PK 了一两把好像。今天吗？开播到现在吗？嗯，最近都不是很想 PK 了，家里没条件，不敢出去丢人，不敢出去丢人。昨天也不知道谁有两个火箭打我的，欢迎花娜娜。啊，昨天吗？昨天是谁呀、啊？不是我。不是我。欢迎我铁铁。谢谢晴天住的歌。这有啥好道歉的呀？你想去对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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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直接过去就好了，去对面直接可以过去的呀。花总喜欢那个叫生花的，哒哒哒哒哒。今天没啥条件，今天好多人都不在。여인처럼남겨둔채방한구석먼지처럼나를밀어둔채헤어지자말하는너의피함을나도모르게때리고내발목을잡는땅을억지로뿌리치며한참을걸으며다짐했어다시내곁에널두지않겠다고곁에널지키기위해했던나의노력그모든걸다오려저달리는차를속으로던지고눈물섞인웃음을짓고白嫖哥哥也在，白嫖哥哥为什么不讲话？换一个是吗？这么多要求哦。辣条条，我要睡了，晚安，晚安，晴天柱哥哥，晚安，你去睡吧，准备睡觉了，你才刚来哎。勇士湖人都还可以。好了，她老公得累死。是啊，这个是群里的视频啊。本来是粉诺维斯基，完了，一直睡不着，有点亢奋。我知道他来了，来了可能半小时左右吧，我看到他进来的，欢迎大家。今天看情况吧，不知道不到几点。
良心说快船的整体实力强。看吗？看视频吗？有个人在喷我啊，还看吗？噔噔噔噔，飞机可以进粉丝群呢、啊。很不能放大，不能放大，不能放大。有没有新来的没看过的？有个人在黑我，进群啦、啊！刷飞机可以进群。色色一样，你进群看吧。啊，视频在群里。都隔多久了？那个时候我都没建群呢。那个时候我都没建群。那个时候我都没建群呢。我的群也是50多级还是多少级才建的？跳舞就是我本人呐、啊，跳舞就是我本人呐、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很肖文。跳舞就是我本人呐、啊。嗯，这个是谁 ？Hello， 你好。喂喂喂，你好。你好，你好。哎，你怎么不戴口罩啊，妹妹？啊，我为什么要戴口罩？现在你在哪里啊？我在家。你大概哪个方位啊？你在哪？我在东京。现在这边疫情很严重。哦，今天南妹发微信给你了。哦、你那边还好？啊，为什么要找你？我们下次玩吧。你怕我？黑人问号，为什么一上来就问这个？为什么一上来就问这个呢？说我好久不去了，呵呵呵，花总的呵呵呵。他为什么在家还要戴口罩啊？喂？很重视这些是吗？对啊，我也觉得别提他，他故意提，等一下搞我扣分就死了。久仰大名。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大名啊？我们玩什么？我们玩什么？你看着好乖啊你。没有没有。好乖他。我们。你补一个飞机吧，碧海云之天，你都到多久的事情了？你都欢迎你们的塔。我们玩什么呢？玩什么呢？我都想打金。送什么加微信？送超火可以加微信。我记得哦，哎，谢谢鱼丸。你想玩什么？我想玩简单点嘛，抓水管吧。哦，抓水管是吗？嗯，好，好，那就玩抓水管。那你定个惩罚？惩罚就惩罚干嘛呢？对，他是广东人，我也是广东的。那你听得懂粤语吗？我听不太懂啊，我是假广东人呢、啊。惩罚我们，
就干嘛好呢？学二龙咆哮吧。二龙咆哮。嗯。那个。啊。那个就是二龙咆哮，啊呜，然后啊呜啊呜，然后五声。好好好。对。那我是嘉堤关东人。你放歌。好，我来放歌，我来放歌。老老老老。嗯。I called it the moon. 我是嘉堤关东人，谢谢鱼丸，谢谢鱼丸，欢迎9999，欢迎23姨，谢谢思考的鱼丸。花总，你几点睡？花嘴好窄、哦。哎，花总，你经常去看男妹吗？我怎么不记得你经常去看男妹啊？口罩和水晶，我知道潮汕是讲。感谢晚八的飞机，谢谢晚八，谢谢晚八的飞机。潮汕话吧。可以陪我，好的，好的。嗯，你收到了我的暗示吗？花总，你是收到了我的暗示吗？欢迎博弈清水。哦，你一开始看的都是男妹啊、哦！我懂了。欢迎靓仔。谢谢荧光棒。感谢晚八哥，谢谢晚八哥的。晚八是晚八，不是晚八，又是一个网瘾少年。From up so high, I can hardly decide if you're waving hello. 哦，你在那里有14、15的牌子，很棒。你到我这已经17了，过两天你可能就上我总榜前10了。怎么没有人讲话？红牌在向你招手。谢谢小川的能量水晶。谢谢小川，现在快解释。他输入法就这个。欢迎仙仙家人，欢迎大家，谢谢金鲨鱼，是晚八，我都要被你们带跑偏了，晚八。你在哪里啊？你在广东地区吗？小姐姐，啊、你在哪里？广州啊？我现在在江苏。哦，为什么跑江苏去了？去上学。哦，是 QQ 群，房管群是微信群。某要全部留啊，人是北多呀，他怎么啦、就是、怎么啦，你可以偷偷告诉我，你可以偷偷告诉我，这里也是但是那个意思就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啊。我是广东的。欢迎会是唯一，欢迎会是唯一。感谢小熊仔的幸福秤。对，6883了。你不知道他以前的梗吗？不知道哎，不知道。欢迎和追追。花总，你私聊我吧。感谢村长，感谢三收手，谢谢你们。我哋有冇人啊？谢谢村长，谢谢三收手。我哋唔好输得咁惨啦，好唔好？我哋有冇人啊？我学一学，我学一学。我哋有冇人啊？你听懂吗？辣条条要说粤语怎么说？辣条条说粤语怎么说？辣条条。
辣条条，辣条条，我哋有冇人啊？有点拗口。对，辣条条。我是假的广东人吧？谢谢谢谢搜手哥哥，谢谢村长，谢谢可爱小资七送的飞机，谢谢，欢迎大家。我哋唔好输得咁阴功得唔得啫？谢谢可爱，谢谢谢谢可爱哥哥。还蛮懂。但是我是真的潮汕人，对啊，不纯正的广东人，谢谢，因为我从小在老家长大的。哎，哇你，哦谢谢火车侠送了16张办卡，谢谢谢谢火车。哦，对我从小就在潮汕长大。谢谢嘻嘻哈哈。潮汕腔调好浓，是的，是的。你个锁，你个锁，嗨，这个我还是知道意思的，好吧？你不要骂人哦，我告诉你，条条跟我说你个锁，嗨，打死你！欢迎志娟，我们休息吧。欢迎进来，宝宝。休息吧，休息吧，谢谢。好，谢谢。说腔调我的更重。哎，周妹，休息一下啊。我好熟啊，烧手。烧小方，感谢吃鸡，谢谢吃鸡送的蛋。嗯，我哋唔好输得咁阴功啊，至少输得有啲排面，好唔好啊？我在南通，在南通的广东人，广州人。那你现在是在宿舍吗？不是，不是，在公司。哦，在公司见面就是问候父母。欢迎 J King 大叔，够未啊？有冇人啊？谢谢荧光棒，是你们鱼丸。欢迎你妹妹。谢谢大家送的飞机，我们一个飞机都没有吗？我还是听得有点懂的，你不用给我翻译好吗？我只是不喜欢开口讲。太阳公了，撒娇又要来了吗？撒娇又要来了吗？谢谢鱼丸，谢谢酒瘾。我们至少有个飞机，尊严飞机也好啊，对吧？太惨了吧！欢迎大家。失礼啊！失礼死广东人啦！失礼死广州队啦！没蛮多人丢脸了，真的。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带。刚好是520，不惩罚了吧？我们就那么好吗？哦，没事哦，那个惩罚还好啦。好好好，继续继续。二龙咆哮还好，挺轻松的，没事没事，坐吧。二龙咆哮，啊呜，是这样吗？嗯，五声。然后，啊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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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恶龙咆哮，嗷呜嗷嗷呜！太拔丝了，我感觉像是色狼叫，是吗？是吗？极其拔丝！谢谢大家送的飞机，你们应该都进群了吧？应该都进群了吧？应该都进群了吧？欢迎大家。二龙咆哮，哈哈哈哈，这个版本太坏了，这个版本。感谢爸爸中，哎，谁给我发邀请啊？我靠，老铁死啦！欢迎超爹，
鲁智深。过程还用我多说吗？放歌吗？扭起来就行是吧？今天我必须看完你扭十分钟。谁给你的小道消息了吗？今天你家大哥是否没在？对呀、啊。今天蛇哥没在吧？谢我用户哥，用户哥你可能运气用完了，但是咱们没赔钱。欢迎乔乔。不好了，完了，对面有人儿啊，对面。花总大气，感谢超姐啊，感人，谢谢超姐，谢谢花总。开心。看老铁扭完十分钟。感人！哎呦，我谢我血哥的火箭，感谢我血哥，谢我血哥的火箭。我开个爵位啊，行，开一个吧，哥，闯爹开一个吧，闯爹。谢谢。整个爵位行，整个超级皇帝啥的，谢我闯爹超级皇帝啊。谢谢。感谢我闯爹开通的超级皇帝啊！想屁吃，谢我写哥的大火箭啊！用户哥都不扣弹幕了。铁哥呀，用户哥都不堪弹幕了，想屁死啊！哎呀，我主要是幻想。万一我闯爹一高兴开个超红呢？你跟我直播间铁哥是一样的用户哥，一看着扭腰不扣弹幕就刷礼物。和我血哥一样，那跟火爆哥一模一样，看着美女扭腰不说话。感谢花总续费伯爵。完了，对面续费伯爵了。对面续费伯爵了，完了，我说我家这边要开爵位，你家那边续啥费呀？对面大哥要打死你啊！我一听麦克哥说实话，我浑身都发抖。实话实说，我一听麦克哥，我浑身都发抖。谢谢花总。感谢花总的摩天轮，感谢等风。感谢我闯爹开通的公爵！哎呀，谢谢我花总续费！好起来了！
快坐下，坐下了，用户哥坐下了，谢我闯的啊，感谢我闯的。谢我用户哥的魔法乐园，怎么送了呢？谢谢大气。怎么样，我说的准吗？准不准，用户哥，我说的准不准？我的妈，这么欧，惩罚是啥？今天咱们能看到惩罚了，兄弟们，今天咱们能看福利了。今天最后一秒，欢迎我老王哥啊、哦、今晚就该你过年了，真的。今天我感觉今天我直播间还能出去鲸鱼那儿再刷十个车，把这小子给我禁言了来。房管把这小子给我禁言一个小时了，就你嘴贱，你像个鸡巴似的，你不能给我省500啊。这卡丁车这库存严重不足了，真的哥，我得现抽啊，我得。休息休息，聊会儿天，聊会儿天，休息休息，我看见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有呢？谢谢我们花总。不到最后一秒。你怎么知道我还有卡丁车呢？给解开吧，开玩笑的，别禁言，解开吧。不，必须十个卡丁车，哥，这是你支持我，我必须刷十个卡丁车。没有抽也得抽着，哥啊！感谢我闯爹给我开的公爵，啥也不说了，谢我闯爹。谢我用户哥，欢迎大家，还有最后50秒，欢迎用户老哥哥，欢迎用户老哥哥。哎呀，太难了，兄弟，多长时间一把 PK 上万都没看着，我净500-600块钱咕噜了。谢谢一奶的帮忙。他抽了一堆车给医药费，你别老嫌，你别把我那家底都说出去，你说出去都管我要卡丁车了。一会儿，欢迎背锅侠，把你的背包全部清给我。20秒，哎呦我操！我靠！我去，感谢我闯爹俩超火，谢我闯爹两方超火，谢我闯爹。嗯，感谢大乐的大气。死了，欢迎小黑哥。就我去给医药费去，我去给医药费去。这医药费得给多少啊？有别用户飞机忽悠我啊你！我给了你这个包里吧，包里边余额不是特别多。又来这一套。但是10辆卡丁车还不行啊，500块钱。可以。500还不行啊，10辆卡丁车，谢我闯爹，谢我用户。行。太凶了，谢谢我们花总，感谢，真的。欢迎换季的圆梦石总。今天晚上啊，是城堡乐园啊，超级火箭和火箭都看着了。嗯，看福利了，兄弟们，看福利了，兄弟们，看福利了啊！今天晚上真的过年了，一会儿在直播间举行一个小型联欢晚会。小型联欢晚会。用户哥还咋不还能送？
有三个。我们花总尽力了，谢谢我们花总。我得乖乖，那起步。老铁哥哥们太坏了，谢谢小爱我哥哥的荧光棒，谢谢，感谢我花总，谢我花总，你就没有顶住过，顶不住顶不住。别相信哥带你飞，哎，你能带我飞到哪去啊？欢迎瑞克，欢迎瑞克，讨厌自己时间太长，没有抓住那几秒钟，讨厌，讨厌，完了，我们去随机。我今天有点怂，感谢吃鸡哥的飞机，真的带我飞是吗？真的带我飞是吗？刷飞机带我飞，我们花总有抽到吗？乔妹太有缘了吧，你这是被老铁揍的吗？我今天也被他打了。今天来大哥了，把这他揍他的全都揍了一遍。他对对对对对，他来大哥了，他今天开了公爵15000块15000人民币，他就把之前揍他的全都能揍了一遍。对对对对对，另外挺没事，我们再把他揍回去，到时候血亏。你接脸吗？这个脸能不接吗？不行啊，我只擦脸啊。这样你赢了你就准把它擦了，然后呢？然后我赢了的话你就画个爱心得了。这样不好吧？你赢了就擦掉呗，如果我输了的话，输了你就赢了嘛，你就擦掉嘛，那我就再做别的惩罚嘛就好了呀。这样好吗？这样好，这样非常好。反正我赢不了你。我们家今天一般般。那你输了干嘛呢？你输了你我赢了我擦掉，你输了你干嘛？我输了就做 M 蹲好不好？你刷吗？我 M 蹲。刷马尾 M 蹲，对，好好，背后的 O 不 OK？ 背后的，背后有点难哎，背后会不会扣？在前面的，前面吧，前面吧。OK， 过程呢？过程随便都行。好，过程。干嘛好呢？过程，踩单车。好 ，OK。踩单车吧。我这个都要勒出硬了，关注还是广播。